样照开罚。所以啊，人都是被动的啦。对了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哎呦呀，这个球强劲难打。这时候继续往三垒做推进，这个球再往二垒也来不及，二垒安打。哇，这时候被苏伟达这一棒呢，把垒上的跑者也都推进到了三垒，打者自己本身上二垒。这也使得一分落后的国训队啊，现在在二局下半呢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攻机会。哇，这个球打得真的相当不错，真的好，外角球也没失头，可以说是外角的一个往下掉的一个球路被掌握到。